生徒之间切磋是常有的事情，可从来没有对师兄妹下手这么狠的，这重紫未免下手也太狠心了些。从今以后，我亲自教导重紫。重紫，出列。你刚才做的所有动作都不对，重新做。重紫可能愚钝，可眼睛还是好的，我做的与旁人并无差别。牧童，你过来，你和他过两招，告诉他他到底错在了哪儿。怎么怕了？现在认错还来得及。等一下，比试也得求个公平吧。牧童有自己的法器，而他只有这把木剑。你就是重华尊者的徒弟？重华公重紫拜见师兄，不知师兄怎么称呼？秦科。秦师兄好。倒是比他懂规矩，比试也得求个公平。秦科，那可是你的法器，还不快接着。点到即止，不得伤人。受伤了，剑气所伤，性命无碍。尊者，生徒之间切磋是常有的事情，可从来没有对师兄妹下手这么狠的，这重紫未免下手也太狠心了些。这法器本不是重紫的，用不顺手也正常。从今以后，我亲自教导重紫。走吧，我们回紫竹峰。没出息。